还有陈一夫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也非常谢谢 First Night 所有的演出者，以及在大学的新生，就是还有所有的台湾观众大家。那特别感谢魏老师，把他这么宝贵的时间，他现在东华大学专任是专门教学士，那他也非常多的资历，那也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的同学分享。也期待在未来的时间有更多机会跟老师一起合作。那今晚我们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